有点累，我想我缺少安慰，我的生活如此乏味，生命像花一样枯萎，我整夜不能睡，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，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，我愿意敞开心碎。哇哇，太好了！吴延青是一位修车工啊，修车工，全网粉丝超过60万。我刚刚闭着眼睛听的，我不敢看他，是吧？为什么？长得太像了，怕跳戏是吧？对，他不光长得像，他的对嗓音还有情感的感觉也蛮像。让我们请专业人士，你先表态。他唱的不做作，肯定赞呀，肯定赞，想听他现场。我为我老爸替他点个赞，我爸特别喜欢听。其实毫无争议啊，点赞。来吧，吴延青，接下来越过山丘，从小兵跨越到大兵当中，为我们表演吧。小人物有大梦想，加油！我后悔选他了，我觉得他不诚信。就是他，你为什么放原声啊？我没有放原声。